公会，为数不明，混恨阴医。嗯，不幸护身，混恨阴医，已泄露。所谓真理，一直如检查混恨阴尸体，发现只是一窟窿口，害我困难。至今何无方，又靠近苏武侠尸体。却闻尸体之内，飘出一道诡秘异香，灌入红血体内。异香入身，一股熊熊毒劲，瞬间红血万光齐乱。红血，不可当呀！不是，不闻清风本源。无名姑姑，红声异药，直接冲下一条万世一点神药，瞬间已经。啊哈！点点无声的。一个老实人在哪里？老实人就是那个地下兄啊，不是听说他龙山顶供养江风起来破梦吗？他有所不在，有所不在，还必须比你所别论落在我吧。我管理这面梦，虽想叫红颜悠悠，但用你就不受迷惑，顿陪用你如更棒，一看便知是一种人言不听，鬼鬼神神的顽固如人。你，恭喜！啊，我虽初了，不谦不谦，真相最伤人，我讲话一向直接。连我家己嘛真困扰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爱报名何事吗？好，我就是天下尽弄一壶酒，一壶酒先生。你就是何酒先生？某些吉人推荐资金，什么？李和尚向你举荐我，万万万万万万万不可！我喝酒含混也好管路，红尘两字要怎样写拢未记得住。但看先生风采绝顶，身手怪不未棒，阮设计不用就可以重新起哄。但你还得我用吗？嗯。不说不说，言归正传，你是怎样中阴阳七味草之毒？阴阳七味草，以现场遗留的残香，我确定这是阴阳七味草散发之气味，但既不是，这种毒是受受害者体内本身就阴气之毒。这令以用吃毒气呼应，又发毒劲。难道你的体内即便下了阴吃毒气？这，以现在政府看，其先生虽得不错，困汉你无人比却在给左手出弹。那他先前为我准备之所心香，两边先生。原来苏武侠叫我雕饰点香之前，在香中中毒，最下无害我之真理。你这混恨，也只是傲天说话，胸情听水。好，龙天，原来是你此去以其何兄弟当？早比却在一座所了掉，在了解伊必然献策，让你求成傲天之下，
不得以气氛恨意冷酷之气，却用在最后留下阴策之毒，想处理性命。有阴毒的曲折之处，东窗事发，也不蒙磨算。情物一时糊涂，误会了不先生。我就随你用意听信真言，顽固不通，你要我还忠勇，老实人只好凶啊！我今天的感觉不到，一滴滴，你姐姐的方法只为无够劲，爱我帮忙也差得远。先生这边就无妨虚心反省，前辈之事，我会通知西河派人去调查。不救不恩不穷，那不管我事。既然我会定亲，我相信那个老实人绝对会再回来。我在这等你，等你回来，我才有意离开这个穷养两公。哼。